放学呀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一年级小朋友中午回家都会干什么吧。因为呢，我们家今天有中午要做那个拌汤，都吃过吧？里头有那个面疙瘩，家里面有老陈醋了，走，我们去买老陈醋，顺便给我们点水果和酸奶吧。哇！灯笼。下过雨的夏天傍晚，我都会期待。回家喽！哎。爸爸，你别哭，长大以后我一定给你500万。一定要说话算数。好，当当，这是我们的蓝莓，还有我们的酸奶，我记得还有一个大哈密瓜，还有一个大西瓜。开始享受吧。小宝来做饭了，油锅炸了。拌面粉疙瘩。好喝。哟，我家有一个会劳动的小能手啊。小宝贝，我爱洗碗，我爱劳动。你眨眼干啥？每日一练。我爱写作业，因为写作业是我快乐。那你干嘛一直眨眼睛啊？因为我的眼睛这么一点沙子。快写吧。嗯。午休一小时。两点半了，起床吃西瓜。好不好？嗯，对，伸个姿势来。好，快去吧啊。嗯，好吗？